Companion quest, CN Dub. Welcome to the Belobog History and Culture Museum. Miss Bella has notified me you can enter free of charge. Yes. Let's go. Alright, please follow me. Trying to get my Raid Shadow Legends dailies up done on the side here. Okay, head to the museum finishing room to find the Landau siblings. This is the workshop that we usually were fixing stuff. <笑>这里稀罕宝贝可真不少啊。老弟，你不会是嘴上说做义工，其实偷偷在这里寻宝吧？ 不，没这回事。哎，这是什么机器？还有屏幕跟键盘？难道是操控自动机兵用的终端？你看，这里还贴着纸条呢。佩尼亚谢尔盖耶夫娜，这是物主的名字吗？怎么听着有点熟悉？姐姐，这都是文物，你别乱动。 万一弄坏了就不好了。Is Gepard a type of cat? I think it's leopard. 哟，你来了，我们俩正等你呢。好久不见，开拓者。我本来提议直接在群里聊，但姐姐坚决不肯。辛苦你特地跑一趟了。 其实，这次请你来这里，是想和你聊聊我们家林可的事。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说了。他最近刚从雪原科考归来，但状态一直不大好，似乎有什么心事。他也不想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很担心他，想帮他的忙，但又实在毫无头绪。我上次遇见他的时候。 他似乎正准备去雪原跟某人见面，还问我要了一套炉具。A stove set? What for? 可不管我们怎么旁敲侧击，他都不肯告诉我到底要去见谁。哈，我这姐姐当的真是憋屈。所以，我和老弟不得已才想了这一招，想请你带我们去侦查一下。还有一个请求，希望你务必不要被他发现。 否则，林可肯定又要对我们发脾气了。啊，话是这么说，他也确实经常一个人前往雪原考察，我们也一直相信他能保护好自己。啊哈！但这次情况特殊，我们确实放心不下他随便和陌生人见面。要是他被坏人利用，陷入危险，就糟了。啊哈！ 哦，对了，你要去找灵宝的话，还得知道他长什么样吧？放心，他很显眼的。他跟我俩一样，一头金发，然后，个子比较小，平时总会戴一顶白绒帽。如果我没猜错，他应该会在靠近雪原的出入口等人。Oh yeah, it is German for cheetah, isn't it? 总之，我们最可爱的妹妹就拜托你了。要是发现了什么情况，记得随时联系我们啊。拜托你了。
doesn't strike the kind of guy that exemplifies a cheetah. Yeah, I don't know what the thought process was.希洛瓦描述的有点像，那应该就是林可了。先在这里观察状况吧。林宝，我来了。嗯，我们出发吧。 从行政区到雪原要花这么久啊！好大的雪，感觉比北方山脉里见到的还要大。不出意外的话，雪在入夜前还会越下越大。你有好好准备防寒的衣物吗？嗯，都按你说的准备好了，多亏了你的录音手册。 I feel like I'm about to start an episode of like laid back camp. 然后按你手册里说的，我们该找一处合适的录音地了，对吧？平整干燥，背风背阴，还得是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不愧是你，记什么都这么清楚。不过， 这附近应该很难找到完美符合所有条件的录音地，我们就一起边走边看吧。当然，还得方便观测极光才行。嘿嘿，谢谢林宝，那就交给你了，我会乖乖跟着你的。平整干燥，背风背阴，地势要高，还有方便观测极光。嗯。 好难挑啊！这个坡道的视野好像很好，观测极光感觉会很方便哎。We need that cliffside. 这里是风口，还有冰原狼活动的痕迹，在这里扎营会有危险的。哦，原来。Oh, whoops! I cut off the. 这里倒是背风背阴，地面也很平整，但。 我们好像走进死胡同了。难道林宝说的好地方，就是这里？没错，这里是通向坎特谷的必经之路。虽然两边有矮崖，但我先前已经为了通行方便清理过了，不必担心坍塌。而且，这个季节的山峰通常是北风。 这两座矮崖正好可以为我们挡住雪原的强风，这也是不能在刚才坡道上扎营的原因之一。我完全没注意到这些细节，露营原来这么深奥吗？也不是了，只是贝洛伯格之外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而已。如果这里的天气像城里一样好，那只要找个舒服的地方扎营就可以了。也是，希望那一天能早点到来。啊。
不过这里的视野似乎不是很好，看极光的话，这里没问题吗？这个悬念留到最后再揭晓，我们先把帐篷搭好，然后一起去收集今晚要用的食材吧。好，那让我来试试吧。录音手册上相关的部分我已经全都背下来了。好啊，那我先安装炉具好了，如果觉得拿不准随时来问我。暖炉怎么启动不了？糟糕，查不出原因，问问佩拉吧。奇怪，手册上是这样说的没错啊。林宝，你快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我明明已经按手册上说的来了，可这个帐篷怎么还是摇摇晃晃的。我来检查一下。支架、横杆、缆绳都没问题。原来是地钉。这样就好了，是地钉的问题。忘记说了，在这种积雪比较深的地方要用实心的铅铁钉才行。原来如此，现在看起来确实稳固多了，不愧是灵宝。这就别夸了，毕竟是我疏忽了。然后不巧的是，你能看看这个炉具吗？它好像坏掉了。好啊，让我看看。Oh no, did Serval give her the one that she was supposed to fix and never got around to fixing? 应该是地水燃料的激活元件坏掉了。Oh no. 没有，姐姐和我说这个是全新的。Got home at 4 p.m. and now it's like 11. Yeah, dude, that's tough. Napped for too long. Oh no, how are you gonna reset? 拿错了吧？那今天岂不是只能用地水生火了？亏我特地跟姐姐要了这个。没事没事，这种元件很常见，保不齐附近的废墟里就有能用的替换件呢。你先忙其他的吧，我去附近帮你找找。顺便也收集一下食材。我也来。收集食材是可以，但那个元件肯定很难找。先找找看，实在不行就按你在手册上说的砍柴生火好了。这座废墟里或许就能找到炉具的备用件，让我看看。你不会是想钻进去吧？毕竟想要的东西不可能自己钻出来嘛。那注意安全。找到什么了吗？原件没找到，但是找到了这个，不知可以哦，没有变质。多亏了寒潮啊，不然我们根本吃不到。We can eat raw fish 700 years ago. 700年。Oh my goodness.Oh my goodness. 700 years. 这个树干里怎么了？好像有好吃的。Food. 就这样把它撬开。有了。这是。是拟态血阔鱼。它会根据周围环境将自身重塑成与之接近的模样，以此伪装自己，非常可爱。Oh no, ZBK.
Have you been enjoying that event? It's been a lot of dialogue for me. 这东西看着不像很好吃的样子。不，这种阔鱼在火上烤过之后，口感会变得非常好。可能有点像雪地鼠。后面那个听上去也不能吃吧。Oh, Pella. Mimic snow slugs. Oh boy. Whoa, what if we ran into Sampo hiding out in the snowfields? This is a snowfield. 味道甜甜的，很好吃。哦，不对，这应该是正在冬眠的雪地萝卜兔。啊，这原来是只兔子。是的，这种兔子的外形特别像雪地萝卜，耳朵是叶，身子是茎。它冬眠的时候会用土块包裹身体。Yeah, the puzzles were nice. 看上去就和地里的萝卜没有任何区别了。We'll try and finish it this week.原来如此，那我们还是把它放回去吧。嗯，这样对雪原生态比较好。这个板条箱看起来很可疑呀。说不定能找到炉具的替换件，那让我来打开它看看吧。啊，不用不用，雷蒙你别操心，放着我来吧。哦，哦，这是什么？这是一捆红肠，看起来是的，而且大概是不久前才被放在这里。难道是贝洛伯格野人囤的食物吗？是什么？贝洛伯格野人是什么？是一种传说中的生物，它的外形介于人与猿之间。Dark blue hair. 近似成年男性，毛发是深蓝色的，而且它神出鬼没，整个贝洛伯格都找不到能证明它存在的确切证据。我也只是偶然看到过几次，但刚想认真拍个照的时候，就发现它已经消失不见了。我觉得这捆红肠有可能成为轰动贝洛伯格的科考发现，我们把它带回去吧。啊，可是你看，这里好像写着字，哎，桑什么什么鸡，中间看不清楚，但好像是个名字。Sampo Koski。这应该不是那个什么野人的屯粮吧？还是说，野人也会写字？Sampo Koski, the caveman of Bellabog. 哦，别伤心，灵宝肯定还能找到其他证据的。至于这捆红肠，还是留在这里，等物主来拿吧。这附近应该搜索的差不多了，佩拉，我们回去吧。只能回去了，可惜没找到炉具的替换件。没关系，我们用地随身火就好了。一起回去吃饭吧，佩拉。我方占据优势。Sheesh! Look at that, 6K HP Lynx. 哦，被叮了个包，好疼！开始本次记录，深呼吸，感谢支援。Thank you.
That's so cute. They have matching light cones. 再来一下。Is this scene supposed to have a similar vibe to Orphanage Bubble Universe scene? I think you're overthinking. I think you're definitely overthinking this. Even though it's actually Serval in the background in this one, you can tell from the sleeve. But it's matching enough. Hmm? What's wrong? Actually, no one can live in that room.我知道，反正也要出来收集食材嘛，顺便的事而已。营地里好像有什么？难道是什么小动物吗？灵宝，等等，营地里的那个东西是很危险的。Is this the Topaz introduction? We run into Topaz's Trotter. 嗯，我也看到了，可它好像没什么敌意，长得也挺可爱，圆滚滚的。别被外表骗了，历年在猎界里失踪的银宗铁卫，有两成就是因为不听指挥，擅自追逐这种猎界生物，才没能归队的。20%， 我们还没研究清楚这类生物的习性，但有一点很确定，它肯定具备某种蛊惑人心的能力，我们还是谨慎一点为好。但是这个小家伙上次还给了我件好东西呢，也没有伤害我的意思，那应该就是它蛊惑人心的伎俩了。还好你没遇到危险。Their mind control process. 为了安全着想，我们还是消灭它吧。猎界生物是贝洛伯格的敌人，不值得信任。但是，什么？之前我都没来得及给他拍照，但现在是个好机会，至少让我拍张照吧，佩拉。身为科考人员，这也是我的义务。我明白了，但快门的声音和闪光灯很有可能会激怒他。他注意到我们，他可能正在寻找袭击我们的机会，小心。总算是拍到了，他好像消失了，是逃走了吗？嗯，那个小家伙的习性就是如此，只要受到惊吓，他就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立刻消失不见。Oh, Asta, that's right. We need to snipe them from orbit. 这是我经过长期观察总结出的经验。至于那些失踪的铁卫，我想应该是在追逐中迷了路，所以才都没能全身而退吧。对不起，是我太敏感了。不用道歉，谨慎一点是好事。总之，危机解除，我们可以好好准备露营餐了。那个小家伙好像掉了什么东西。Did you drop the component? 太好了，林宝，你快看，居然是地髓激活元件，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你呢，林宝，找到什么好东西了吗？没什么，好像只是一些古董。能找到这个零件真是太好了。快让我们把炉子修好吧。林宝，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没有，是你的错觉。好吧，不逗你玩了，你先休息一下，让我来看看这座炉子吧。 The whole S Parvati? I haven't seen that in such a long time. What are we doing, for double S Parvati?HOS? HT? I didn't like the HT strats. For double S Parvati. 好了。这莫非是什么魔法？我怎么什么问题都看不出来？不是什么高深的技巧了，我只是先前跟着希洛瓦学了两手而已。姐姐。是啊，就是他。怎么了吗？没什么，只是偶尔挺羡慕姐姐的，毕竟她什么都会。你不也是吗？你想，极地探险专家和机械专家不都是专家吗？在我看来，
你和希洛瓦一样厉害哦。而且灵宝想从他那里学点什么的话应该不难吧，他肯定很乐意教你，毕竟你是他亲妹妹嘛。话是这么说没错，先不聊这个了，天色不早了，我们开始做饭吧。好，我最期待的环节终于不是，我最期待的当然还是看极光了。总之我们先清点下食材吧，根据经验，每种食材都有自己独特的功效，组合在一起更会有意想不到的功效出现。 HFSLEHOO Is that HFS with Eden Pistols, Evasion at the start, Lightning Empress tap, and then... I really think they should just make a new tier and just get rid of double S fights. They need to make, like, Exalted MA with double S fights from, like, 81 to 84. And then once you graduate from 85 to 88, it should just be all triple S fights. Would be interesting with nowadays meta. No, I don't think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at all. All it would be is a 894, 9946 mauled fest for whether or not you can get the jump second. It's not, I don't think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I think they need to put double S fights in an archive. So you could see it, but not have it count for score. Yeah. I feel like that would be pretty funny, Kronos. Cause like, the old Raven boss fight was an interesting fight. More so,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you fight Raven in the story and you didn't know what her attack pattern was. It was like, what the heck? But then by the second time you fight her in the maid part of the story, you're like, oh, I've seen these moves before.而且还是佩拉你特地钻进废墟里找到的，这个也不用再特地强调一遍了。那么今晚的主菜就决定是这个了，让你见识下我的厨艺吧。那个，要不让我来做吧，灵宝你就休息一下。哎呀，没事，交给我就好了。Who's cooking 500-year-old eggs? Ross weave salmon with bread and ketchup. Ah, 好香！我要开动了。啊，吃得好饱。现在，我们只要等极光出来就好了吧 ？Sneaky stealth. 应该再过不久就会出来了。在那之前就聊聊天吧。 This is a good shot. 佩拉，为什么忽然想一起来露营？啊，你以前不是说过吗？平时太忙了，休息时间只想瘫在床上。Does she sound this tired in the other dubs? 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I think what was it? We said that in the JP and the English dub, she sounds more energetic, right? 哪有什么添麻烦一说？虽然我确实不喜欢和人打交道，但这毕竟是和好朋友一起露营嘛。我很开心，一点都不麻烦。Oh, this is a cute scene right here.
是这样，这次露营也是，从开始到现在，你就一直在揽活，真的没这个必要啊，交给我就好了嘛。露营就是要放松，不用老是紧绷绷的。是啊。This really does make me want to go back and finish the rest of Laid Back Camp. 但是，我觉得这次露营还是很开心的，毕竟终于能试着做自己想做的事了。给其他画的那些漫画不算吗？ Pella's an artist. 毕竟还得藏着掖着，总觉得不自在。啊，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也许吧。要是我也能像你一样就好了。我也没什么好羡慕的，我只是有点受不了哥哥姐姐，受不了他们总把我当成小孩子。他们两个都是很厉害很优秀的人，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和他们相处的时候我总会感到压力。我明明已经长大了，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能停止操心，让我放手去做呢？家人就是这样的呀。哦，对不起，不该说这个的，我有点太激动了。没事没事，反正我连他的样子都没见过。极光啊，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Yeah, it does look like a horse, like a knight, like a chess piece knight. 林可，当心，有怪物靠近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被盯着，不管怎么样，先专注于战斗吧。再来一下，速战速决吧。目标标本出现，得快点去麻烦。要开始了，开始本子。为了巨王远风炮，拿出来。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I wish my Pella hit that hard on her ult. 速战速决吧。是用来打破的。Oh, whoops, I hit the wrong button. 敌方数据收集，收网标记。Usually I have links on my number three. 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机不可失。目标标本出现。要开始了。补充下，好多了。再来一下，速战速决吧。还差得远。为了巨王，砰砰，拿出来。Restack burn is nasty. It's so unfair that the enemies are able to stack burn up. And so far, we don't get characters that stack burn. 没想到猎界怪物会突然出现，大概是被我们的炉光吸引来的吧。星河危机明明都已经解除了，怪物怎么还是到处都是啊？哦，原来如此。等等，不对，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佩拉，这个人是谁？他就是那个拯救了贝洛伯格的大英雄。
原来如此，谢谢你，不光拯救了贝洛伯格，这次还救了我们两个。不过，其实我也想问，大英雄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算了，我已经能猜到个大概了，是哥哥姐姐找你来保护我们的吧？他们总是这样，做那两个人的妹妹，想拥有点私人空间真的很难。That's how families are. 没错，等一下，这不是我刚才的台词吗？好了好了，说到底还是因为哥哥姐姐太操心。况且大英雄也救了我们，既然你跟了我们一路，想必也知道我们来这里露营是为了什么。Can I be third wheel? 留下来，我们一起看极光吧。应该快要到极光出现的时间了。All right, there's probably going to be some really cool. 林宝，林宝，你快看 ！Special effects. 跟我来，这边。Soak this in, chat. We gotta soak this in and enjoy it.事件之后，这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极光了。我们很幸运。是啊，很幸运。真好呀，吃了灵宝做的饭，还看到了极光。这次雪原之行圆满结束了。佩拉看起来很开心。啊，我也没有很开心了，真的。Just say what's on your mind. 对呀，实话实说嘛，佩拉。我，好吧，好吧，确实是一次开心的经历，多亏了灵宝，还有你。那接下来怎么说？就这么解散吗？还是说，晚上要不要再约个夜宵？好啊。听说行政区南边新开了家不错的肉排馆，正好我们一起去试试看吧。哇，听着不错，那就这么定了。现在暂时解散，夜里再见了。哦，佩拉，稍等一下。哦，怎么了？这个，给你。这是修好炉具之前我在地上找到的，我猜。大概是那个圆滚滚的裂线生物留下的，我觉得你还是亲自确认一下比较好。佩尼亚·谢尔盖耶夫娜，我知道了，谢谢你，林宝。那我们晚些时候就在这里会合吧，我先失陪了。Was it a floppy disk with the photos of Pella's mom? It's done for now. Texting might not be enough. To 机械屋。Oh, the audio cut off again. Pella. Pella Sergeyevna.原来如此。这个问题吧，懂得都懂。林克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怎么还是不愿意见见我们呢？他
别急，这不是还有他帮忙吗？ I like how like they always just in the dialogue they. 我和老弟刚刚才聊到你呢。We have them to help us. 林可的那件事怎么样了？原来那个陌生人就是佩拉呀。该怎么说呢？这倒确实是灵宝的风格。This is a nice shot too, even though it's your back facing the camera. 怎么会呢？只要灵宝他能保护好自己，不管做什么，我都支持。姐姐这次说的倒没错，这是林可自己的选择。我们不会对他生气的，只是血缘探险这种事多少还是有点危险。好了好了，别这么紧张，他肯定能照顾好自己的。不管怎么说，这次多亏有你在，不然老弟怕是要担心的觉都睡不好了。我太夸张了，姐姐。至于之后该怎么和灵宝沟通，我们俩还得再考虑考虑。你这次真是帮了我们大忙啊，谢谢你了。 Heading out for the meetup. On my way, be there in a second. I'm at the museum right now. Fella's here too. Oh.On my way, chat. You know, after how intense March and Luca's quest lines were, this one being kind of the last one that we play in this patch was really nice, just like to wrap things up. Very calming.I don't even know if we're gonna get to Genshin tonight. I might just dip out and go get pizza. I think we can do Genshin. Genshin shouldn't take that long, right? I just need to get my dailies done. Oh, 你也来了。他在整理间里面，我们一起等等他吧。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检查那枚软盘的内容，让他一个人静静吧。Not a flash drive, that was a floppy disk. 我也不清楚具体内容，但我猜你应该不知道佩拉母亲的事吧？佩尼亚·谢尔盖耶夫娜，16年前意外罹难的，贝洛伯格最优秀的极地探险家。毕竟是贝洛伯格的名人，你可能在哪也听别人提起过吧。还是言归正传吧。其实16年前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一年佩拉出生了。听说那时的佩尼亚女士不顾自己的身孕，坚持驻扎在雪原营地里，虽然不能上一线，但是还可以留在后方做些文书工作。然后终于有一天，重要的时候到了。不幸的是，那天发生了严重的意外，再加上探险队遇上了暴风雪，营地的人和外界断了联系，大家当时都束手无策。唯一值得庆幸的大概就是佩拉能够顺利诞生吧。软盘，如果科考队的前辈们说的是真的，那应该就是佩尼亚女士留下的遗物了。佩尼亚女士生前委托了同事，
请他把自己的终端机和软盘带回贝洛伯格，据说那里面存着他给佩拉留下的宝物。他说等到佩拉成年，自然就能够读懂其中的内容了。然而那位受佩妮亚女士委托的同事在返程途中遭到了猎界生物袭击，慌乱中软盘不知道被落在了哪里，到最后他只保住了那台终端机。至于具体内容，除了佩妮亚女士本人，谁都没有读到过。他们只说他给佩拉留下了好多好多封信。从他感知到佩拉时起，一直到分娩那天，一天都没有落下过。妈妈，妈妈，妈妈，Damn, Hoyoverse never lets us go, huh?去个地方吧，机械屋，我在那里等你。I did see some people discussing that the way this questline played out kind of retconned Pella's age, because in previous lore drops, like, it was implied that Pella was a lot older.But that this quest kind of retconned Pella's age. Gogo, 姐姐，我回来了。林可，你终于回来了。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还是像块木头一样，老爹？欢迎回家，灵宝。乖，没事没事。雪原里一定发生了不少事吧？辛苦你了。接下来，让我们稍微独处一会儿吧。谢谢你了。给他命。Slices of life. okay, chat. This is the thing that kills me now, is like all these companion quests that we've been getting, it's always somebody else who becomes a visitor. At least this time it's both of them. Both of them. It's unclear to you the age gap. Yeah, I feel like both of them actually should be in their early 20s. Rather than, 16 years ago. What am I supposed to hear?Let's go next time. Damn.
Oh, there's an achievement for this now? There didn't used to be an achievement for this, I don't think. Because I feel like I've listened to it all the way through before.